这一个最后呢，我们需要把它的贴图合成一张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分开 render to texture，最终要合并回来。好，所以需要在 Photoshop 里面。想哪一个是最后一个？这个。不知道有没有歪掉。好，先对好。好，那就把不要的部分清掉，其实很单纯啊。这个部分你可以用用一个 layer mask 的方式去去修，可能会比较方便。好，那这样这两张就可以合成一个，好，这两张可以合成一个。那这个呢，再一样也是一个 layer mask，那就只是这边要小心了。然后又不能插到他自己。就是，所以这个地方这样，这个操作最好是在有数位笔的状态下操作。尽量刷干净一点。好，那这边也是一样的，除了不要刷到他自己以外，这个遮罩刷过去应该就都会出来。应该都出来了，好，所以这一张是整合的完成的 normal。取正式的要用的名字，后存还是存 JPG。好，那这张可以不要了。那另外再开启 diffuse 的部分，diffuse 这一个，应该这两个。那另外那一个物件呢，就要。线架构没有存，背包线架构没存，那背包的线架构没存的话，就只好读它的 normal 进来确认，是不是这一个啊？还是不是这一张，应该是这一个。好，就必须读它的normal 来对那个 diffuse 需要填颜色加色的地方了，或者就完全不管它也可以。我们先不管它，这个丢掉就好。好，这一张。
色变亮，加亮颜色。可是自己会不见，所以不能这样做。还是加这个吧。OK。Bake 的 diffuse，哎，刚好没有这个名称。好，等一下还要再去清，就最后要清理一下你所使用的图档，免得到最后就一团混乱。那会。这些其实都可以先删掉了。好，那因为最终会汇整到这一个，我在这里做。Bake 这个 diffuse 好，那 bump 接 normal bump，再接 normal，好，那反射遮罩那个暂时先不处理，因为那个实际上要到 engine 去处理比较好看。好，但是这里还是有一张，OK，这一张跟这张还没有画 specular 了。目前就没有，所以只有一张。我目前只有一张，就是只有背包有 specular 而已。Bake 不是 reflection mask，是这张。啊，就目前只有这边。那这个皮带还有底下那个包包的，没有这张图。那一起而在。那底下那个一定会变黑，因为它目前没有那个它的 diffuse 那里是黑的。那我就可以拿这个 attach，好，一体成型。好，现在就一体成型，所以底下这个现在好解决了，tool viewport canvas。画图画它的 diffuse，好，那直接拿那个油漆桶工具填这里就好了。好，麻布好了，就麻布吧，就填下去，就这样。OK，那贴图的密度，填色的密度。没有办法调整，就这边它并没有办法让我设定说填色的密度怎么样，除非我看看，我们开一个 layer 来填填看，因为 layer 可以做缩放，那会变成这个结果，结果还是不行，对，还是不行啊。layer 虽然可以缩放，但是填色的解析跟密度是固定住了，那就只能形成就这个样子而已。这边就必须人工做一张比较密的来填。那现在先填上去。离开。不要，我不是要 PSD，flatten，而且 save。Flatten layer and save current texture 就会回到 JPG。
OK，那所以它现在形态是这个样子。diffuse 它那个 normal 的强度不够，回来这里确认。好，那这样就出来了。当然光泽度，因为我现在有一张光泽贴图控制这边，那这一张这个地方跟这地方没有光泽度贴图，所以这个凹凸的痕迹就呈现上比较没有办法那么明显。那个这部分我们需要在就整个做要完成，必须把全部的要用的贴图所有的元件全部上，你的那个材质才算全部做完。好，所以现在只是只有 diffuse 跟 normal 是 OK 了，少了这一张哦，目前这一张还不算完成。那如果我把它截断，好，那就是统一的光泽度跟。那个，那这里就会有光泽，底下才能够有控制，不然的话没有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实际上这一张未完成，还要再修得更完整。好，当然你可以从这一边去做弥补，还有底下这个麻布纹还是怪怪的，这只是暂时性上面上去的东西。好，那显示上可以开 two side 的双面显示，让这个这一侧不会是空洞。好。其实这一边应该要再画一些那个一块一块的那种，结构让就是贴背的部分。，OK，那这样子，所以有分开做 render to texture，那事后就要有那个贴图合并整合的一个过程。